咱们中国人讲的那个三岁看老，七岁看老，我们现在都是那种做的那些事都是小时候那个反版。这个有一点欠缺的地方，就是你因为你这个很多是通过家排去思考的，跟缘起下，你这个家排，你会觉得你现在所做出的所有行为有很多东西在影响你，好像这就像因果一样，就你已经在那块做过了，叔叔的很多东西啊，你的叔叔一样，那些行为你是父亲母血呀、父母他都在影响你，不是你能够做出了，表面上是你在做，其实是你是你很多东西在影响着你才做出这个决定的，是吧？啊，对。你觉得这个是不可改变的，是吧？其实怎么说可改变？所有的以前的过往，第一个你要承认。因为它本身已经发生了。哦，不是，冯的直接不是这样。冯的直接如果在家牌里边是怎么？你有生生世世的眷属吧？哎，叔叔阿姨啊，这都叫你的眷属。嗯。其实这个眷属，如果佛是众生平等的，是吧？平等是因为你执着他是你爸爸妈妈，他就影响，知道吧？如果你执着爸爸妈妈，而且你对这种父母、父子、亲情、友情、爱情这种关系有一个定义的话，这种情才能影响到你。嗯。影响你的是你的定义跟认知，而比如说你现在，我们现在是人，是吧？嗯。那么你在家排的时候，有一大堆佛眷属在影响你现在的婚姻、爱情啊、生活。那如果你是只猫呢？那些叔叔阿姨怎么影响你呢？那么他怎么影响你的情感呢？如果你是一只狗、一只猫呢？我是举个例子，因为我们是在六道轮回嘛，你认可这个啊？这个认可。那个，如果我们此时此刻我们是一只猫，那么是不是那些叔叔阿姨那些眷属对我们的影响仍然是这样，我们仍然会这样子做，是吧？不是，决定权在哪？在一只猫跟你的认知是不一样。如果我是一只猫或者我是一个人，然后呢，这是十二因缘的一个走向，十二因缘也在决定了你，加牌这个系统也在决定了你，这是两个是不矛盾的，是严丝合缝的。你这是。是严丝合缝的。这是个，我在说你刚才那个，就是说你认为，所以你就随缘了，你转成猫，转成狗，转成什么，你也坦然了，你觉得这个很自然的就接受了，我也不上，我也没什么，我掉地狱就掉地狱，我做什么就做什么，是吧？他是这样，就是不需要改变这些，是吧？不是需要是在哪儿呢？就是说，因为我们能掌握的是，我不是掌握不了这个系统，我能掌握的是我的因缘。这个因缘呢，就是说，从这一刻以前的因缘已经过去了，有时空的情况下啊。这个，所以说我们就是第一要承认，第二呢要认可。那未来怎么样，是在你原先的认可的基础上和承认的基础上，然后呢，那你现在需要做的，你比方说我们做佛法的修正，我做禅定、打坐。不是的，先要以果位的境界来，因为我们需知道一点，就是我们本来是嘛。佛说我们每个人的本性本来是佛性嘛，每个人佛性无处不在，每个人本来就是嘛。难道你本来不是吗？如果本来不是，你能变成佛？这牛年马月的事，是吧？所以如果你安住在这个阶梯上，你才能回去成就。如果安住说你过去那些做过的已经认了，就是那样的，然后未来怎么修变，这个阶梯是不对的，不是佛学的正见。你本来是一切毕竟空，然后呢才谈缘起，是吧？你本来是毕竟空，然后我们现在因为不能觉知到这个本来是这个境界，我们要佛说我们本来是吧，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是吧？佛就是佛说觉者就是佛，迷者为众生，因为你现在迷了嘛，你要觉嘛。好，我们是本来就是，你一定要安住在这个见地上。那如果安住在这个见地上，过去的那前边做的事你就不能认啊。但是你做过啊，它是有因果的，它会在你未来的修正中示现出来。但是你不能认你是那个轮回的人啊，你是如来啊。你要安住在这个见地上去了这些缘啊，你要觉得你是那个轮回的众生，那 OK 了，你要成佛很久远啊，那你啥时候把这些缘了完啊？啥时候都排列完啊？通过什么你轮回吧，那些都行的因果啥时候在你的意识层面，你不断的制造这种时空环境，只要你认。这个观点影响我的是什么？所以说为什么现在我觉得只能打坐？但是你现在因为你没安住，你是意念上，我现在说你是毕竟空了，但是你没有，就说你就算是说你安住在这个界地上了，但是并没有真的安住在这个果位上，因为你还没证果嘛。对。你没有毕竟空，所以你只是安住这样一个界地。嗯。但是修行是这样的，安住在这个毕竟空的界地，缘起全是梦啊。嗯。全是你迷惑里边出现的梦境啊。嗯。所以但是现在因为你不在果位上，只是见地上到达了，所以
在你的前后左右这个圆觉的这个境界里不断的出现是这些因果果这些缘啊，所以你不断的在了缘，其实不断的在了缘的过程中在觉醒啊。如果有佛的界定，你就是了缘的过程觉醒；没有佛的界定，你其实就在了缘的过程中又在造业轮回啊。嗯，这是一。那个你说是在不断造业轮回的过程，师父也在觉，也可能也在觉醒，是吧？但是你始终是在这儿没有动，你没有动过，嗯，空性是不动的，因为没有可动的东西嘛，嗯、啊，其他的就是缘起呀、啊，因为你在迷失在层层缘起里，几亿大劫的缘起，这缘起都是幻啊，在空性里怎么可能有缘起？先以这种见地来修。我反正我现在我感觉我自己像那个经典里面讲的那个，现在可以起修了，所谓的叫见性起修。没哎，这个不见性也起修呢，怎么不修呢？修修就见了呗。只是说见性以后起修呢，再修正呢不会走错路了，因为见性了它直奔空性而去了，它不会再摸了，是哪有吗？在哪里呀？它不迷糊了而已啊。所以说现在我也你是过于执着了，看吧，行走坐卧都修吧，不用说一定的，你只是体验了自在的一点感觉，就是你很自在，就是你心事这块是很有点近似于这个，你的很多东西我都是建立在生生世世的一些善报上的，嗯，可能舒适的一些修，就是有时候你对通过你刚才说的这一大堆，我感觉你的心确实也是蛮自在的。那这个自在，不管外边的事情怎么样，你有点解脱的感觉。但是呢，你自在是近似于对天道的境界，近似于就是说自在天的天人的境界。但这个跟红尘里的见性是两，见性是根尘脱落的那种，它很定的。但你的头脑里边是相很多，找法相很多。就是很长，就是过去未来呀，还有就是种种法相，你的眷属，还有这些法相啊，在你随着你说话，你的法相哇，就很多。这个有些舒适的正量境界在这里，有些舒适的东西在这里，能让你现在这么清净。如果只是法相过来，你没有被它影响，嗯，你的法相还在，只是你没有被它影响，没有被内外境影响，这是一种天生的有些定力。嗯，这是定理，这个跟佛学的根尘脱落的界性还是两码事，就是这个境界是定力导致的，但这种境界是你天生的，你稍微学了一些加派学点东西，你就能进入这种境界。嗯，就是不被境影响，心能够心平，端平的心平气和。但是你觉得你会觉得好像还有点心慌，好像觉得好像还需要学点啥。嗯，对。好像觉得。还是有不踏实的感觉，好像这就是吗？而且我也不被影响了，这就是吗？嗯，它不是，它是个境界，它是自在天的天人的一种境界，但这种境界会破掉的。如果因缘具足，它就，如果你假如现在恶报熟了，你现在自在天天道的那种善报熟了，你有这种境界，如果是恶报熟了，差直接就写出地狱相，你会苦不堪言，刹那之间找不到这种境界了。嗯，因为这不是正定导致的境界，就是如果正定获得的这种自在天的境界的话，你就不会丢掉，就不会随境转丢掉。就算在地狱，你也有这种境界。嗯，就说恶报熟了，你在地狱道，你的这种境界也不会丢，就很苦你，你也如如不动在这儿。对，我也想达到那种境界。你就是很苦的时候呢，所以你就要修正定嘛。你这种定力是天生带来点的定力啊，所以要继续修。Thank you.